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。话说铁飞龙和慕容冲连斗两场，都算是打个平手。慕容冲正话想讲出第三场怎样斗法，铁飞龙双眼眨几眨，忽然间哈哈大笑话：我呢次呢真系老貌少须，不过你虽然系取巧，都仲唔算系下流。慕容冲知道佢已经睇穿其中奥妙啦，咁亦笑咗一笑。铁飞龙话：第三场应该系半文半武咁斗啦，系唔系？慕容冲话：系啊。呢一场呢，我啊谂起一种斗法噃，你睇得唔得啊？嗱，请讲啦。我嘅斗法呢，双方系绝对唔能够取巧嘅。慕容冲有啲尴尬啦，佢话唔使啰嗦啦，你讲出嚟，我慕容冲一定奉陪就系啦。铁飞龙跳上一嚿大石坐响树，入入手叫慕容冲上嚟坐低，佢话我哋玩下推掌。咁啊，叫慕容冲伸出双掌，同自己双掌顶住。嗱，边个人被人推咗落去就算输。咁样虽然四只手掌互相顶住，不过又唔系肉搏，岂不是半文半武咯？慕容冲个心暗暗叫苦啦。哎呀，睇嚟呢个老嘢嘅耐力比我高出一皮。好啦，横掂我亦唔打算做人噶啦。不过因为较量武艺输咗而死，就死得并唔系光彩啦。佢都未曾谂掂啫，铁飞龙掌心嘅劲力已经发出啦。呢阵时只要稍微分下心，就会俾对方嘅掌力震伤撞苦。因此慕容冲都唯有咬实牙关，运用内家真力同铁飞龙对抗。两个人喺岩石上边盘膝坐落，运气运力，四只手掌互相顶神，你望住我，我望住你，唔到半个时辰啦，两个人都大汗淋漓啦。咁样嚟到较量法啊，比刀枪相搏仲要凶险百倍。边个只要稍微松懈一啲，边个就实死无疑嘅。铁飞龙嘅内功啊比较深，但系慕容冲呢，胜在年青力壮，气足神健，虽然稍微差啲，都仲顶得住。再过一阵间，两个人都觉得心头滚热，喉咙焦燥，全身都俾汗湿透啦。慕容冲知道时间一长，自己必定落败。但呢阵时已经到咗最紧要关头，边个都唔能够退让，除非两个人同时撤掌收力啦，否则必受重伤。慕容冲嗰两只手掌好似俾铁飞龙黐实咁，想认输都唔可能啦，何况又唔敢分心讲说话呢？正系当慕容冲形势十分紧急嘅时候，突然喺被魔岩嘅岩洞里边发出一阵怪笑声。原来是连城府带着几个人在岩洞里面冲出来啊，手挥兵器向铁飞龙身上就斩过去。原来那天应修阳就发现慕容冲神态有异啊，就静静叫个太监就通知连城府叫他留意啊慕容冲，自己去了雨娘府向客氏母女请安。连城府去到慕容冲间房睇下，慕容冲已经不在树了，一问知道慕容冲一早就离开了皇宫。连城府有些思疑了，仔细搜查他的房间，就在角落头发现铁飞龙约他单打独斗那张字条，他心想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他怕他都请人帮手了。但是为什么事连我们都不讲声呢？我拿着那张字条找应修阳，怎知又找几都找不到，又不在雨娘府，又不在青阳宫，都不知道去哪里。到了挨晚的时候，雨娘府就传出更加惊人的消息了，说客娉婷也失了踪。客娉婷是中午时分坐逍遥车离开皇宫的，到了挨晚还不见回来。
黑氏夫人就派人去郊外各地的名胜去找啦。在西山就发现架逍遥车打到烂晒，人就无影无踪。黑氏夫人就喊到死去活来啦，一面呢就派人继续去找，一面呢去个女间房查下。咁喺柜桶里边啊，发现到客娉婷留低嘅信，话永远唔翻嚟啦。咁先知道个女走咗。连城府将所有嘅情况啊报告俾魏忠贤。魏忠贤嘅心谂，唔通应修阳失踪，客娉婷出走，慕容赴约，呢三件事都有连带关系嘅。于是吩咐连城府带几个高手喺约定日期去避魔岩睇下，如果慕容冲真系同敌人比武，你一齐帮手；如果唔系呢，就杀咗慕容冲啦。咁连城府得到魏忠贤嘅命令，就到咗慕容冲比武嗰日啊，就约为应修阳请翻嚟嗰三名高手。以及皇帝嗰个护身法师枪音大喇嘛，一早去到避魔岩嘅岩洞埋伏，咪一直睇住铁飞龙同慕容冲比武。等到慕容冲同铁飞龙各以内力相搏，睇住又要两败俱伤嘅时候，佢哋先至冲出嚟。你讲下铁飞龙啦，佢同慕容冲喺度斗紧，忽然间见到几个人手执兵器，一齐向住自己杀过嚟，嬲啊！慕容冲，你个奸贼，今日老夫归天，亦要废咗你先啦！双掌发力，劲度真系猛不可当。忽然间，慕容冲大喝一声，双掌突然间松开，完全唔防御，咁铁飞龙个掌力就打落佢个身上啦。但系就喺呢个电光石火嘅刹那间，慕容冲反掌一扫，连城虎双勾啱啱掂到铁飞龙嘅衣服，俾慕容冲掌力一震，双勾飞咗上天，腕骨碎裂，当堂达到。慕容冲咧就喷咗一大啖鲜血，碌咗落个石台下边。事出意外啊！枪音大法师嗰四名大内好手一齐都愕然啦。忽然间听到岩顶上面一声大笑，玉罗刹喺半空中飞掠落嚟，长剑寒光一闪，咪首先对付枪音法师。同时又听见岩上面有人大嗌：雨上勾啦，弟兄们快啲出嚟捉啊！声音响亮，山明谷应。原来玉罗刹怕自己寡不敌众啊，所以叫龙达三出声吓敌人。枪音大法师果然惊啊，因为佢领教过玉罗刹嗰种厉害。连城府受咗重伤，佢心谂自己呢方面剩翻四个人，未必系玉罗刹同铁飞龙嘅对手啦。而且佢哋仲有埋伏添，不了嘅，当堂冇晒斗志，咪大声嗌：封紧啊，扯符啊！咪武器铜板挡咗玉罗刹三剑，另外一名高手就孭起连城府，就连忙撤退下山。玉罗刹冇去追，回头一睇。只见铁飞龙面色灰白，玉罗刹话：契爷，你受咗伤啊？铁飞龙木木独独唔出声。玉罗刹行前一步，用剑尖指住慕容冲。铁飞龙话：唔好杀佢。玉罗刹就收翻把剑。铁飞龙话：我冇受伤，系佢救咗我条命，孭佢落山啦。过咗阵间，龙达三就擒落嚟啦。佢笑住话：系连女侠，你先头咧就啱啱飞身落嚟，大概冇睇清楚啦。铁佬条命啊，真系呢个人救噶。啊，想唔到佢会咁样做噃。铁飞龙就话：珊瑚嘅仇唔能够报啦。玉罗刹话：害死珊瑚妹，佢亦系凶手之一。不过佢唔系主凶。主凶是金老怪，当场已经被恶名阿杀了，还有一个是应修阳。就算他是主凶，也放过他了。铁飞龙伸了伸腰，
活动一下筋骨，咁就亲自将慕容冲孭翻去长安镖局。慕容冲受咗重伤，铁飞龙虽然喂咗佢几粒药丸，一路上仍然系昏迷不醒，鼻哥仲流血。玉罗刹话：睇嚟佢都怕冇命噶啦。铁飞龙好难过，佢话想办法救生佢。翻到长安镖局，已经是黄昏时候啦。副镖头林振交迎接佢哋入咗去，就话：哎呀，真系谢天谢地，你哋平安翻嚟就好啦。咦，乜铁老将仇人都生擒翻嚟啊，真系好本事啦！哎呀，今日我哋镖局啊，出咗件怪事噃。铁飞龙细细声应咗声，龙大三啊对佢打咗个眼色，就问：镖局出咗咩怪事啊？林振交话：你哋走咗之后冇几耐，有一个嬲住面纱嘅姑娘坐住马车嚟到我哋镖局，话有一袋嘢要交俾练女侠，叫我哋唔好打开。讲完就喺车上面的一个大麻包袋掉咗落地，咁啊走咗去啦。我攞起个麻袋，哇，重叻叻嘅，摸一摸，里边装住个似乎系人噃。咁我连忙攞翻入屋啦，解开麻袋睇下，哈，里边果然系个人，昏迷不醒，酒气扑鼻。好似系俾啲药酒迷晕咗咁嘅，我再睇一睇，佢仲俾人点咗个云月，咁我唔知道呢个人系咩身份啦，就唔敢解开佢啦。麻袋里边有封信，写住梵高玉罗刹小姐咁。玉罗刹笑咗笑话：一定系客厅停顶啦，佢唔知道我个名字，所以叫我做玉罗刹啦。铁飞龙话：睇下佢送咗个乜嘢人嚟。讲完。就抱起慕容冲同埋大家行去后院。玉罗刹打个麻袋一睇，就嗌上嚟话：咦，系应修羊啊！铁飞龙好惊奇啊！佢话：珊瑚嘅仇可以报。玉罗刹拆开封信，只见上面写住：玉罗刹姐姐，我冇面见你，我唔能够杀魏忠贤。紧送上奸贼应修阳一名赎罪，客乒亭。玉罗刹对客乒亭能够生擒应修阳觉得好奇怪，佢谂魏忠贤虽然有好手嚟到保护啫，但喺我哋睇嚟系杀应修阳易，杀魏忠贤难。但以客乒亭所处嘅地位。他有很多机会和魏忠贤单独见面的，那就杀魏忠贤就比杀应修阳容易得多了。他既然肯冒险了，为什么又不肯杀魏忠贤呢？铁飞龙将慕容冲放在湿地上面，等他吸下地气，然后过去将应修阳的穴道解开。应修阳醉了几日，周身无力，迷迷懵懵，好似发梦咁。佢擘开眼一睇，见到铁飞龙碌大双眼睇住自己，玉罗刹就喺旁边冷笑：哎呀，吓到魂飞魄散，想跳起嚟，双脚又冇力。佢就话：咦，呢度咩地方啊？乒亭又去咗边处啊？佢真系仲希望而家系发紧噩梦噃。玉罗刹用脚尖喺个胸膛轻轻一点。应修阳就当堂痛到杀猪咁大叫。铁飞龙话：唔好马上杀死佢，问佢口供先，呢件事交俾你办啦。玉罗刹笑住话：问口供嘅事我最在行㗎啦，契爷你放心啦。咁铁飞龙呢一心一意帮慕容冲治伤，玉罗刹就将应修阳拉咗密室里面去审问啦。原来嗰日应修阳去御娘府向客氏母女问安，客乒亭就满腔怒气，只系冇定发泄。一见到系佢，个心谂佢亦系一名汉奸，好，我就捉佢送礼啦。客乒亭压住怒火，装成笑脸咁嚟招呼应修阳，亦请佢饮酒。应修阳啊受宠若惊啦，咁满满饮咗三杯。呢啲酒唔系普通嘅酒啊，乃系皇宫里边地方酿制嘅百日醉。话醉一百日嘅名称虽然系夸大咗啲，
但能够醉两三日是真的。应修阳饮了三杯当堂醉了，客厅前仲唔放心啊，仲点咗佢个云月，然后将佢放喺逍遥车嘅暗格里边，将佢带走。去到西山，客厅前就将逍遥车打烂，然后将应修阳放入去个麻袋里边，自己换咗衣服，去到郊外一间民家投宿。客厅前就怕走力二散啦，咁每到十二个时辰，又将佢云月再点一下。所以呢三日以嚟，应修容一直都冇醒。客厅廷本来就唔知道玉罗刹喺长安镖局嘅，咁收尾佢谂当年师傅即系红花比武啦，同铁飞龙喺玉罗刹比武之后，曾经同佢提过，话铁飞龙同长安镖局嘅总镖头啊，有以命换命嘅交情嘅。所以客厅廷就谂，唔理玉罗刹系咪住喺长安镖局都好。将应修阳送到嗰处，玉罗刹就一定能够收到噶啦。于是就打听长安镖局嘅地址，咪请咗架马车，将应修阳送去镖局啦。咁一讲翻玉罗刹将应修阳拉咗密室逼供，应修阳啊俾个炮制到死去活来，终于啊将佢所知道嘅通番卖国嘅汉奸都供晒出嚟。玉罗刹将他的姓名官职逐个写在纸上，将他拉出去交给铁飞龙。铁飞龙想尽了办法帮慕容冲输筋活血，慕容冲虽然慢慢醒了，因为伤势沉重，所以还是有气无力，不能够说话。应修阳见到慕容冲躺在地下又吃了惊，铁飞龙冷笑说应修阳，你睇乜嘢？慕容冲唔似你啊！玉罗刹喺佢耳边讲几说话，铁飞龙话：好，既然得咗名单，就送佢见阎王啦。珊瑚乖女，你啲仇人都已经杀咗啦。你可以瞑目啊！啪一掌将应修阳嘅天灵盖震碎，自己当堂老泪中横。玉罗刹就扶佢翻入房休息。铁飞龙一边行一边话：契女，慕容冲唔系我哋嘅仇人，你哋要小心照料佢啊！玉罗刹话：我知道，我知啦。过了两日，慕容冲的伤势仍然不见好转。到了第三日，慕容冲的气息更加微弱了。他挣扎着说：铁老兄，多谢你啊。铁飞龙说：慕容老弟，是我错了。我没有输给你啊。是你冇输俾我。慕容冲块面呢就有丝丝笑容，就眯埋双眼。铁飞龙摸佢个呼吸都未断，听佢个心仲跳，就唔敢喊出声。正喺度伤心，玉罗刹忽然间笑住推开房门。铁飞龙眉头一皱话：做咩呢？病人要瞓啊嘛。玉罗刹笑住话：慕容冲有救啦。铁飞龙成个弹起，跟着皱实眉头说：你不要探我欢喜咯，他被我打到伤成这样，还哪里有得救的。玉罗刹拉着他的手走出去大厅，他说：你看看谁来了。铁飞龙说：哦，是道兄来了啊。原来是上北京救舅父的道明宗来了。铁飞龙一时之间就想不起道明宗和慕容冲的生命有什么关系。玉罗刹就说：这位道兄要送份厚礼给我，那我该不该要呢？铁飞龙说：什么礼啊？玉罗刹将台面一个长盒打开，只见里面有一支乌黑发亮好像个婴儿一样的药材。铁飞龙就说：哦，
千年何首乌啊！道兄，乜你冇送俾魏忠贤咩？道明宗眼圈一红，佢话：我舅父已经被魏忠贤处死咗啦，听讲死咗十几日，喺监狱里边秘密处死，我大前日先知啫。玉罗刹话：你嘅舅父系左光斗啊嘛，系唔系？系，你仲记得啊？他和杨连运在一个监狱的，是北镇府司里面嘛。是，你怎知道的？我去见过杨连啊，他们六个人都被处死了，我舅父和杨连听说是同一晚死的，死得很惨啊，是被土袋压死的。竹罗刹的心想，一定是我大闹监牢那晚处死的了。道明宗话：唉，我很后悔冇听连女侠嘅劝告，仲想向魏忠贤求情添。好像门路冇搭好，就知道咗舅父嘅死讯。咁呢支何首乌同嗰件白狐裘，先冇白白送咗俾佢啫。连女侠，想当日喺万院嘅时候，我俾嗰个神大元毒手爪伤，全靠你逼佢攞出解药嘅。我就无可报答啦，只有攞呢支何首乌嚟送俾你，或者啱你用嘅。玉罗刹话啱用到极啦，咁将何首乌收起。佢话你以前嘅同僚袁崇焕喺呢树旁，你知道吗？道明宗话听讲过，都揾佢唔到。玉罗刹话佢而家喺信王府啊，你快啲去揾佢啦。啊，你等等，我有封信托你交俾佢。道明宗话。我一定送到。玉罗刹回到后堂，将应收羊嗰张名单用信封装好，再长长细细写一封信，讲明经过。玉罗刹嘅心谂：一魏忠贤势力仲咁大，虽然有佢通翻卖国嘅真凭实据，亦都拱佢唔冧嘅，不如交俾袁崇焕。第日如果系信王即位啦，咁呢张名单就足以定佢死罪有余啦。玉罗刹将名单同信交俾道明宗，咪铁飞龙攞咗支何首乌去煎药啦。道明宗同玉罗刹客气咗几句，就话洪经略嘅事你知道吗？玉罗刹问咩事呢？佢死之后，朝廷唔系将佢个首级攞咗去边疆侍总，前几日佢个首级传翻嚟京城，皇帝突然间下令。怀念就佢以前有功国家，将个首级赐翻俾佢家人，而且准佢家人厚葬，出殡嘅灯笼都准挂经略官衔添啊！玉罗刹就知道系嗰晚忌拣留刀俾个皇帝嘅事发生效力啦，就笑咗笑话：本来就应该系咁噶嘛，袁崇焕帝啊必定会被重用嘅，到其时你哋又可以保卫边疆啦。道明宗话：但愿如此啦，就怕奸臣当道，袁崇焕就算做咗经略啊，亦未必能够尽其所能啫。咁啊，收尾袁崇焕喺崇祯即位之后，果然被任命做辽东经略，道明宗呢亦成为佢麾下一员大将。唉，不过历史重演，十几年之后，佢好似洪廷弼一样，俾奸人同敌寇串同陷害。而且就死喺赏识佢提拔佢嘅崇祯皇帝手上，呢啲系以后嘅事啦，而家就唔讲佢。话说玉罗刹送走客人之后，就走去睇下慕容冲，咁啊听见房里边有讲嘢嘅声音，推开门一睇，见铁飞龙好高兴咁话：哎呀，真系灵药，真系灵药，确实能够起死回生啊！饮咗冇几耐，面色都好翻好多啦。慕容冲话。多谢你哋啊，铁老英雄，你对我真系恩同再造。你救咗我条命，我亦救咗你条命，咁算得乜嘢啫？啊，嗱，你啱啱好翻，唔好劳神啦，唞下啦。过咗几日，慕容冲啊更有起色。几日以嚟啊，佢同铁飞龙、玉罗刹倾倾讲讲，就颇受感动。慕容冲就话。魏忠贤一定兜死我啦！
我好翻之后，点样能够再留喺京城帮佢哋为非作歹噶啦？铁飞龙话：你唔能够京城立足，可以去闯王军队嗰处啊！我契女同佢哋好熟嘅，可以同你担保啊！慕容冲唔出声，铁飞龙知道佢都仲唔愿意同魏忠贤为敌，咁亦都唔勉强佢。有日，玉罗沙同铁飞龙喺度倾紧闲偈，忽然间镖局有人嚟报话，外面有个乞衣搞事啊！正副镖头都唔喺处，你出去睇下啦。玉罗沙话：点样搞事法啊？个镖局伙计话：佢要花10,000两银、啊。呢乞衣呢得一隻手嘅啫，佢好犀利啊！佢咁佢坐喺地下，咁啊托咗个石头钵，要我哋将元宝装满佢。我哋10几个人啊，拱佢都拱唔喐啊！玉罗沙嘅心念一动，连忙行出去睇啦。嗱，各位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。话说呢一日，玉罗沙听镖局个伙计话门口呢有个乞衣喺住搞事，咁连忙出去睇下。个乞衣见到玉罗沙出嚟，突然间跳起身，大声问候佢话：唔系咁样都唔能够引得你老人家出嚟啊！玉罗沙一睇，原来系罗铁比，就笑住话：哎呀，使乜咁样啊？快啲请入嚟里边啦！镖局的人见到他原来是相识的，才知道这个乞衣乃是风尘异人，特登乔装改扮求见玉罗沙的。玉罗沙将罗铁臂带入后院，罗铁臂说：我来到京城几日了，本来想探问杨大人的，谁知杨大人已经死了，我想你老人家可能是住在这间镖局的，所以冒昧来探听一下。玉罗沙话：你将杨莲嘅仔带咗去天山未啊？见唔见到岳明安呢？岳明安嘅师傅天山居士已经死咗啦，佢而家做咗和尚，改个名叫做慧明禅师，唔叫做岳明安啦。唉，佢好中意阿杨云冲啊！佢话喺10年之后呢，就要将佢教导成为天下第一剑客。玉罗沙就笑住话：啊，佢咁大胆，咁夸呢个口啊！吓，好。10年之后，我要教一个女徒弟去收服佢。铁飞龙就话啦：佢都做咗和尚咯，你仲要同佢斗气啊？罗铁臂又话：我翻嚟嘅时候路过武当山，喺山上住咗几晚啊。玉罗山唔出声，却一行而家掌门弟子啊，佢都好可怜啊。玉罗山眼圈一红。讲佢做乜嘢呢？佢都好可怜啊！都唔好讲呢啲字啦。佢仲有封信俾你，嗱，你睇下先啦。罗铁臂讲完，就身边攞出封信交俾玉罗沙。玉罗沙连忙将信打开，只见上面写咗3首小诗，系咁嘅。第一首：蝶舞莺飞又一年。花开花落每凄然，此情早付东流水，却趁春潮到眼前。第二首：浮沉道力未能坚，为剑难挥只自怜，赢得月明长下拜，心随明月逐群边。第三首：补天无计空垂泪，恨海难填有怨琴，但愿故人能谅我，不须言语表心心。呢几首诗词句浅白，玉罗沙虽然没什么学识，但亦都明白其中的情意，看看下都不觉流起眼泪来。他想起自己以前在明月下碾碎的野花掉落山谷，用花来比喻人，伤感年华易逝，来日无多，
又再反复睇下卓一行《花开花落每凄然》嘅诗句，咁成个人好似傻咗咁。罗铁臂话：卓一行虽然做咗掌门啫，但系好消沉啊！佢好似傻咗咁，个人亦瘦咗好多。听讲佢嗰几位师叔对佢都好失望啊！我同佢倾咗几晚，佢一味话自己悔不当初啊咁。玉罗刹一阵心酸话：唔好讲啦。罗铁臂话：佢好盼望你去见下佢啊！玉罗刹唔出声。罗铁臂话：我告辞啦。玉罗刹仍然唔出声。铁飞龙就问：你去边啊？罗铁臂话：唉，豺狼当道，我亦要学下晦明禅师去天山啊！铁飞龙将罗铁臂送出嚟门口，翻到嚟一睇，玉罗刹仍然坐响树，好似个石像咁。唉，佢亦真系可怜啊！你既然系咁想念佢，就去见下佢啦。玉罗刹谂起卓一行嗰种畏缩可怜嘅样，佢突然间发火话：边个见佢啫？我先至唔去啊！又唔好提佢啦。铁飞龙知道佢嘅脾气，咁就唔出声。又过咗半个月，慕容冲嘅伤已经好翻晒，只需要再喺镖局休养一两个月添咧，佢啲武功就可以恢复翻。铁飞龙对玉罗刹话：我哋不如再出去闯荡江湖咧。玉罗刹话：去边处啊？你唔使问啦，我总唔会带你去你唔愿去嘅地方嘅。玉罗刹啊，默默无言，咁就执拾行李，跟住铁飞龙向龙达三同埋慕容冲告辞。慕容冲经过咗呢个月，心灵肉体都好似死过翻生，对铁飞龙同玉罗刹有咗感情，咁分手嘅时候就好似好朋友一样。出到嚟江湖之上，玉罗刹就渐渐冇咁烦闷啦，同铁飞龙有讲有笑。过咗个几月，佢哋已经由北京南下，经过河南到湖北。玉罗刹知道佢系想引自己去武当山嘅，就诈帝唔知，跟住佢去。呢一日，佢就到咗湖北襄阳啦。咁离开县城四十里之外嘅张南乡呢，那系以前红花鬼舞隐居嘅地方，亦都即系客氏夫人嘅乡下。到咗襄阳，玉罗刹突然间谂起客娉婷，又谂起铁飞龙以前嘅爱妾木九娘，佢谂唔知客娉婷翻到屋企未呢？木九娘同红花鬼舞嘅仔公孙雷系咪仲住喺嗰处呢？嗰晚黑，佢试下问铁飞龙话：溪爷啊，我哋要探下客娉婷咧，好嘛？我真系挂住佢啊！铁飞龙面色一变：你想去咪自己去咯，我唔去。玉罗刹个心笑啦，佢谂契爷嘅脾气同我差唔多，佢话唔想去啊，其实都唔知几想去。佢老年咁孤独，除咗我之外，即系木九娘勉勉强强话得系佢嘅亲人。嘿，木九娘我懒得理佢，客娉婷呢个姑娘真系可爱，见嚟到呢处啦，一定要去探下佢至得。咁呢一晚，佢就喺省嘅一间客店过夜。到咗半夜，铁飞龙忽然间听见隔离房嘅玉罗刹惨叫一声，佢连忙嬲件衫起身。就喺呢刹那之间，佢窗门忽然间呼一声打开，一股强风吹入嚟。铁飞龙大喝一声话：鼠辈咁暗算我！反手一拿，将外面打嚟嘅暗器拿住。哼，原来系一只烂草鞋。哼，铁飞龙好嬲啊！由窗口飞出去，见到一条黑影已经跳上对面嘅民房啦。个身形就好似颇为高大嘅，黑麻麻睇得唔系好清楚。
咁连忙翻去玉罗刹嘅房望下，玉罗刹已经唔见啦。铁之龙大吃一惊，个心谂：系咩人有咁好身手呢？佢即刻施展轻功，跳上文房追嗰条黑影。那个黑影就忽快忽慢，铁飞龙追得快呢，佢就走得快；铁飞龙追得慢，佢亦走得慢，咪总系追佢唔到。望过去，只见嗰个人系嬲咗一件斗篷冚实个头。铁飞龙再仔细睇下，原来佢呢个人唔系身材高大啊，而系斗篷阔大啫，显得好唔称身。铁飞龙谂嚟谂去，谂唔出呢个咩人。闹佢，佢又唔答，好似系全心要引铁飞龙去咩地方咁。铁飞龙追咗一阵，只见前面系一个小小嘅村庄，隐隐约约有几间屋。铁飞龙心念一动，就嗌啦：你要开咩玩笑啊你！前面嗰人嚟，咔声笑出嚟，将件斗篷除咗，笑住话：红花鬼冇以前嚟住喺呢个村噶啦，你入唔入去睇下？哈！是玉罗刹，原来玉罗刹好挂住客娉婷，又好想去红花鬼舞间屋呢，睇下客娉婷有冇翻到去嗰处。但系铁飞龙又话唔愿见木狗娘，唔肯去啊。玉罗刹顽皮起嚟，就同契爷开咗呢个玩笑。咁佢喺客店咧就随手偷咗个肥佬嘅斗篷，咪嬲实个头，大家依俾人哋刺伤，咪将铁飞龙引咗出嚟啦。铁飞龙唔高兴，玉罗刹话：契爷，你唔好嬲啦，红花鬼舞亦都算系你嘅朋友啊嘛，咁你就算系嚟见阿旧朋友个仔，有咩关系啫？铁飞龙唔答佢，佢亲近嘅人以及同一辈嘅朋友都剩翻冇几多，木九娘同佢一齐生活咗十几年，老人就喜欢念旧。佢亦好想知道木九娘嘅近况，但谂落咧仲系唔见嘅为好啦。但系终归玉罗刹就将佢引咗嚟。玉罗刹话：契爷入去睇下啦。娉婷送咗应收羊嚟俾我哋，我哋仲未曾多谢佢咧。铁飞龙正在踌躇嘅时候，忽然间一阵风吹过嚟，传嚟呼喊声，仲夹杂住兵器碰击嘅声音。铁飞龙一听，我心一震，佢就话：好，我就去睇下。玉罗刹即刻施展轻功，向住前面嘅村庄飞奔而去。只见其中有间砖屋，仲有灯火露出嚟。玉罗刹飞身上屋，就听见有人话：系红花鬼舞个徒弟就啱晒啦，将佢捉走，亦算出一啖气。玉罗刹向下一望，只见院子里边有一对男女正在厮杀。那女的是客娉婷，厢房里面还有一个女人声嘶力竭地叫：我的仔有什么罪啊？你们杀了我的丈夫了，还不肯放过他吗？不要杀我的仔啊，不要啊，留下他啦。这把声是木九娘的声，玉罗刹大吃一惊，揸着剑就闯下去。跟客娉婷对打的是一个大汉，他使一口锯齿勾镰刀，力大招猛，将客娉婷逼到步步后退。在院子里面仲有三个人企在旁边观战的，一边看一边冷笑。这三个人，一个是和尚，一个是道士，还有一个是五十几岁的老人。玉罗刹一声大笑，他说：娉婷妹妹，你不用慌，我来啦。声到人到，剑光一闪，那个大汉都来不及招架，手腕关节已经中了剑，即刻就搭了在地惨叫。旁观的三个人这阵时才看清来的是一个少女。那个和尚一声大喝，手挥禅杖对着玉罗刹当头劈下去。玉罗刹侧身一剑，那个和尚杖尾一抖，一招举火燎天，竟然将宝剑荡开，剑尖嗡嗡声响。玉罗刹腕劲一发，剑锋突然间反圈过嚟，直刺和尚个膊头。嗰、那个和尚仗身一摆，挡唔到就连忙吸腹吞空，将身向后昂，只听见嚓一声，
僧袍已经被剑割烂了。玉罗刹上前一步挺剑再刺，那个道士突然间出手，长剑一抖就力压玉罗刹的宝剑。玉罗刹突然间将劲一松，剑把一抽，那个道士失去重心，当堂中一中。玉罗刹转身一剑，那个道士真是使得，长剑打斜一拨，居然将玉罗刹的剑拨开了。玉罗刹的心想，这两个人在哪里来的呢？居然还有两道散手添。在这个时候，又听见咔一声响，有个人在屋顶跳下来，一掌就将双方的窗口铁枝打断，飞身入去。旁观的老人大叫，你是不是铁佬啊？话口未完，铁飞龙在里面将个大汉掟了出来，同时听到里面婴儿的啼哭声和木狗娘惊喜的叫声。玉罗刹说，契爷你快点出来收拾这三个恶贼，如果不是我一个人独吞就没有你份的了。铁飞龙噗声跳出来，他说，契女停手。玉罗刹愕然，就立刻收起把剑。那个和尚道士亦都退后，同那个旁观的老人站在院子的槐树下面。玉罗刹到现在才注意到槐树那边吊着个死人，那个尸体摇摇晃晃，竟然是红花鬼舞的独生仔公孙雷。铁飞龙说，霍老二、绝毒人、紫蟾上人，你们三个都是武林中的老前辈，怎么带着徒弟一起来欺负妇孺啊？那个老人说，铁飞龙，你和红花鬼舞都是有仇的嘛，记得当年我们扭你一起斗红花鬼舞的时候，你虽然有事不能够去，亦没有推迟。铁飞龙说，一死百仇消，这红花鬼舞的事和他心抱徒弟有什么关系？绝道人就说，什么红花鬼舞死了吗？铁飞龙说，已经死了半年多了。紫蟾上人就说，咁我哋嘅仇唔能够报咯。铁飞龙指住公孙雷嘅尸体话，你哋嘅手段亦未免太过毒辣啦。哼，我老铁就睇唔过眼。个绝道人话，老铁，你想反有为敌啊？个霍老二亦话啦，你睇唔过眼就点啊？你打伤咗我个徒弟，我都仲未同你算账呢。铁飞龙猛喝一声，一掌劈过去，紫蟾上人用蟾掌一扫，铁飞龙突然间用手拿住蟾掌一扭一怼，哇！紫蟾上人觉得虎口痛到不得了，成个人啪声跌喺地，成支蟾掌啊，被铁飞龙扭到挛咗。绝道人举剑直刺铁飞龙嘅手腕，铁飞龙右掌一扫，左掌一圈就拨咗绝道人嘅剑把。右手手指一发，喝一声着，绝到人的手腕就被他手指发到了，当堂现了几条手指痕。这几招就快过闪电，差不多是同时发生的。霍老二知道两个人不是铁飞龙对手，连忙拿出远鞭对着铁飞龙拦腰前过来。那个霍老二叫做霍元仲，是陕西著名的武师，功夫好强的。铁飞龙喝一声嚟得好，回身咬步，用掌背托住鞭身，掌风就打斜猛劈。霍元仲呼声用个怪网翻身，连人带鞭就转翻翻嚟，使出连环三鞭，卷起一团鞭影就以攻为守。紫蟾上人同绝道人又嚟过啦，一支蟾杖一把剑左右合击，将铁飞龙围喺核心。霍元仲话，老铁，我有话讲。铁飞龙喝佢话，掉低兵器再同你讲，呢点规矩你哋都唔识咩？掉低兵器就等于认罪服输，掉低兵器再讲呢就即係求饶啦。霍元仲发火啦，老铁你欺人太甚啊。於是三个人又是合力进攻铁飞龙啦。红花鬼舞当年就为了帮他无恶不作的丈夫，以惊人的武功将十三名好手全部杀退。
呢十三名高手啊，认为系奇耻大辱，就发誓报仇。收尾冇几耐，红花鬼母就远离西北，不知去向。咁过咗几十年，呢十三名高手陆陆续续逝世，就剩翻霍元仲、绝道忍同埋智禅上人。呢三个人苦练咗几十年，自信可以再斗一斗红花鬼母噶啦。咁啱喺呢一年咧，又听到红花鬼母再次出现嘅消息，于是就到处去查啦。佢都唔知道敌人已经死咗啦，咪一直查到嚟襄阳。本来佢哋仲唔知道红花鬼母系隐居喺襄阳乡下嘅，偏偏个红花鬼母嗰个宝贝仔公孙雷啊，闯咗一场大祸，咁先至将佢哋引到嚟啫。红花鬼母死咗之后，公孙雷就冇网管啦，渐渐又为非作恶。嗰阵时佢个妻子穆九娘已经怀孕七八个月，佢喺外边就拈花惹草，睇中一个镖客嘅老婆。个镖客喺外边保镖，留低个老婆一个人喺屋企。公孙雷啊几次勾引佢，勾引唔到，反而俾个镖客个老婆省咗一餐。公孙雷兜起上嚟，竟然喺一晚将个镖客个老婆强奸咗，咁搞到佢吊颈自杀。镖客翻嚟啦，就揾公孙雷算账啦。公孙雷同佢打到不分胜负，就抛咗红花鬼母个名堂，就将个镖客吓走咗。谁不知呢个镖客咧系霍元仲嘅徒弟。霍元仲得到消息之后，即刻同埋智禅上人同埋绝道人一齐赶到嚟啦。呢阵时木九娘生个仔都未满十日，产后有病，瞓喺床树。眼白白咁睇住敌人将丈夫个罪恶数咗一轮之后，将佢吊死。木九娘就激到晕咗。霍元仲嗰两个徒弟，即系个镖客同佢个师弟啦，觉得仲未曾出够气啊！一个就去抢木九娘个苏虾，一个呢就要逐客拼停个侮辱。好彩铁飞龙同玉罗刹及时赶到啫，如果唔系真系不堪设想。话说客厅廷见到玉罗刹之后，真系惊喜交集。玉罗刹知道嗰三个人唔系铁飞龙敌手，就同客厅廷入去厢房睇下木九娘母子啦。只见木九娘样子十分憔悴，将个仔啊抱到实实。客厅廷问：阿嫂，苏阿母吓亲啊嘛，我同你抱啦，你唞下啦。木九娘冇气冇力咁话。我唔得啦，等我抱多佢一阵啦。好彩苏虾冇乜事。玉罗刹对木九娘本来就好讨厌嘅，见到咁嘅情景，个心都有啲酸。佢发起火嚟话：我帮你杀咗嗰几个人吓。木九娘就急急挣扎住话：唔好唔好啊！玉罗刹就奇啦，你唔想同你嘅丈夫报仇咩？木九娘话：唉，呢啲都系佢自己攞嚟衰嘅。佢声都震晒，讲唔落去。客厅廷亦都话：冤家宜解不宜结。我个师哥系罪有应得，只要佢哋唔涉及无辜，就由得佢哋去啦。玉罗刹碌大双眼愕然，客厅廷喺个耳仔边细细声话。是我师哥强奸了人家的妻子，才能惹到这班人上门的啫。木九娘估到他们讲什么的，用手揞住块面，夹侧个身。玉罗刹好气愤，他冲了出房大声嗌：溪爷停手！铁飞龙啱啱劈了霍元仲一掌，逼到他鞭发散乱，正话想趁势打破敌人的围攻。听见玉罗刹这样说，当堂打个突。玉罗刹就嗌啦，唔能够怪得晒佢哋噶，契爷你收手啦。铁飞龙咁啊收咗手，佢问：点解要放过佢哋啊？霍元仲话：红花鬼母已经死咗啊，佢个仇我哋唔讲啦。咁啊伸手指住公孙雷嘅尸体话：佢个仔强奸我徒弟嘅妻子，令到佢怨梁自尽。而家我哋将公孙雷吊死，一步还一步，有乜嘢唔啱？
铁飞龙愕然啦，铁女真唔真噶？玉罗刹话真噶，霍元仲冷笑话：你哋都不问情由，一嚟就插手打伤咗我，仲冇乜嘢，仲打到我徒弟重伤，咁又点话？玉罗刹行前一步，高声话：我有话讲。霍元仲话：请指教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公孙雷有罪，你哋将佢处死，咁亦算啦。不过咁关佢个妻子同师妹咩事呢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啊嘛。你哋当女人系好欺负噶。霍元仲讲唔出说话啦。玉罗刹又话：你做得唔啱，挨咗一掌亦系应该嘅。你呢个徒弟居然仲想侮辱我个娉婷妹，本来系罪无可赦。姑念佢系因为爱妻惨死，急怒攻心，报仇过分咗，我就免佢一死啦。那个镖客俾玉罗刹刺中咗穴道，痛到佢不得了，到而家仲喺地下点下点下喺度呻吟。玉罗刹说话一完，突然间行埋去一脚对住佢条腰就踢。霍元仲喝佢话：你做咩啊？远边擦一扫。玉罗刹早就跳开啦，佢话：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，你个徒弟几时受咩重伤呢？你睇佢而家唔系好地地。那个镖客俾佢一踢之后，血脉流通，当堂唔痛，啪声企翻起身。玉罗刹就话：仲有你嗰个徒弟啊，欺负妇孺，认真唔啱啦，我要同佢留低个记号至得。手指一弹，独门暗器定型针出手，那人啱先俾铁飞龙一搭，断咗两条肋骨，仲挨喺棵树树喘气。突然间见到两点银光闪电咁飞到嚟，觉得耳仔一凉，一阵赤痛，原来两边耳珠都穿咗个窿仔。玉罗刹哈哈一笑话：溪爷，我都帮你发落咗啦，你仲有咩说话要讲嘅冇啊？铁飞龙话：霍老二，红花鬼舞已经死咗啦，你个徒弟嘅仇亦报咗啦，你仲留喺呢处做乜嘢啊？我呢个契女嘅脾气啊，仲犀利过我噶吓！你再啰嗦，唯有自讨苦吃噶啫。霍元仲佢哋冇法子啦，打又唔够打，唔服都要服噶啦。那唯有拱拱手行个礼，话老天，我哋今日一场误会，讲过就算啦，后会有期。咁带住两个徒弟，气鼓鼓咁转身就走。知禅上人同埋绝道人亦都跟住走咗啦。嗱，各位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。话说赶咗霍元仲几个人走之后，铁飞龙叹一口气，忽然间听见厢房里边木狗娘好似嗌人咁声，不过声音就好微弱。玉罗刹对铁飞龙话：契爷啊，我睇佢唔得噶啦，我哋入去睇下佢啦。铁飞龙默默无言咁跟住玉罗刹行入厢房，木狗娘面如金纸，见到铁飞龙行入嚟，佢就话：老爷，我求你一件事啊！铁飞龙话：你讲，我想将呢个仔送咗俾你做孙，唔该你收留佢啦。将来佢结婚生仔，第一个就姓铁，继承铁家嘅香烟；第二个就姓公孙，等佢流传我家婆嘅血脉。如果仲有第三个男仔呢，就等佢姓金啦。木狗娘本来是铁飞龙以前的妾侍，而家呢将我仔嚟送俾佢做孙，呢件事讲上嚟就好可笑嘅。但系铁飞龙而家仲边会计较到辈分称呼嘅问题啊？呢一刹那间，前尘往事逐件逐件喺铁飞龙嘅脑海中掠过。
他觉得是自己对不住穆九娘。穆九娘见他这么久不出声，很失望。他望着铁飞龙细细声说：老爷，你还嬲我啊？铁飞龙说：不是，我只是求你不要嬲我啫。我冇嬲你啊，你愿唔愿意收留我个仔啊？我将佢当成系亲孙咁看待。穆九娘好满意咁笑咗一笑，就合埋双眼。玉罗刹话：佢去咗啦。铁飞龙冇说话讲。他好凄凉啊，个心几乎流出眼泪。客厅廷忽然间话：爹，我都有说话讲。玉罗刹话：哎呀，乜你都叫佢做阿爹啊？嗱，你咪讲字，等我估下你想讲嘅咩先。嗯，我知啦，你亦一定系想学我咁认佢做契爷咧。客厅廷话。我的侄是铁老前辈的孙，那你说我应不应该叫做阿爹啊？铁飞龙哈哈大笑啊，我死了个女，现在多了两个，还有个孙添啊，想不到我万景真是不错啊。客厅廷知道他已经肯了，即刻欢欢喜喜叩头。铁飞龙拉他起身说：埋了你的师哥师嫂了。咁三个人就喺嗰棵槐树下边掘咗个坑，将公孙雷同穆九娘嘅尸体放落去掩埋。玉罗刹正系用铲嚟拨啲土，佢打得耳一听，佢忽然间话：咦，有人嚟啊！客厅廷一啲都听唔出乜嘢，佢话：真嘅。玉罗刹笑住话：我做咗咁多年强盗，第啲冇学会呢啲伏地听声嘅本领，真系百无一失嘅。铁飞龙话：有几多人啊？玉罗刹再听一阵，佢话：四个人都骑住马。客厅廷话：一定系我母亲派人嚟追我翻去顶啦。玉罗刹话：阿妹，你唔使慌，等我哋嚟帮你打发佢哋。客厅廷话：你唔好将佢哋冚唪杀晒噃。玉罗刹笑啦：我知道。你估我真系杀人唔眨眼嘅女魔王咩？如果嚟嘅人之中冇通翻卖国嘅奸贼，我总唔会杀死佢嘅。再过咗一阵，马蹄声已经到门口停住。铁飞龙同玉罗刹就行入去厢房，只听见外边有人拍门嗌：请公主开门啊！客厅廷喺皇宫里边，俾底下啲人尊称为公主。这个公呢就皇宫那个公，和公侯白子南那个公是同音，所以享受的尊荣呢和正式的公主亦差不多的。客厅廷打开大门，只见果然是四个人，都是自己母亲养的卫士。为首那个叫做黄彪，是羽娘府的总管。客厅廷说：你们来做什么啊？黄彪说：奉圣夫人请公主回去。客厅廷拧拧头说：我是绝不回去的了。黄彪弯住条腰，好恭敬地说：奉圣夫人思念公主，茶饭无心啊。公主如果不回去，怕她会想到病啊。客厅廷的心一酸，他说：你们这么远来到，唞唞啦，近来宫内有什么事啊？讲给我听下。客厅廷咁讲啊，想问母亲嘅情况。黄彪以为佢仲留恋宫廷嘅繁华，见佢口风好似软咗啦。咁坐落之后，佢笑住话：公主系个孝心人，天下无不是嘅父母，仲系翻去好啊。客厅廷听佢讲咗天下无不是嘅父母呢句说话，不觉打咗个冷震。黄彪又话：魏公公的权力越加大了，而家有好几省的督府挨他收做契仔，送了重礼，他都还不是怎么愿意收呢？
魏公公亦好想念公主，要我哋务必要接公主翻去。黄彪唔提魏忠贤又自可，一提魏忠贤，客厅亭当堂反感。佢十声企起身，大声咁话：唔该，你哋翻去同我禀告母亲，叫佢自己保重。我系决唔翻去噶啦。黄彪要企起身话：公主，咁叫我哋点样向冯姓夫人同魏公公交代啊？其他嗰三名卫士亦都企咗起身，一个人企一角，将客厅亭围喺中间。只听见厢房里边有人冷笑一声，跟住玉罗刹同铁飞龙一齐行出嚟。玉罗刹话：你哋想绑架？喂，强盗个祖宗就喺呢树噃，要绑架都要我岌头至得噶。玉罗刹同铁飞龙曾经大闹皇宫内院，啲卫士边个唔知啊？你一下突如其来，四名卫士都慌晒。铁飞龙话：听女，唔好吓佢哋。各位咁远嚟到，坐阵添啦吓。卿廷系我个契女，你哋只系请佢回宫，咁就唔请埋我啊？哈哈，我契女翻去做公主咁啊唔错。乜你哋叫我呢个孤寡白夜宫又依靠边个啊？要请就应该连我都一齐请埋去就系噶。玉罗刹亦笑住话：咁唔系。卿廷亦是我的契妹，我怎舍得她离开啫？你们要请她回去，那我都一定要同埋去的。御花园咁靓，以前你们没有请我，我都去了。如果得到你们邀请啊，就算卿廷不去，我都要再去啊。黄彪就更惊了，他发梦都想不到客卿廷会契了一老一少两个魔王做契爷契姐的。佢猛咁吞口水，过咗阵先要话：两位要去，咪等我翻去禀过魏公公再嚟请啦。玉罗刹冷笑话：边个理你哋嘅魏公公啊？黄彪话：我就打前站嘅啫，后面仲有人嚟迎接。嗰啲人同两位曾经交过手，见到恐怕有啲不便，仲系等我哋翻去讲下先好嘅。黄彪心惊胆战，他怕铁飞龙和玉罗刹当场动手，所以就讲说话来点出自己后面还有援兵。玉罗刹又是冷笑一声，黄彪突然间觉得他腰上麻，快腰上那些兵器龙形铁棒被玉罗刹一伸手就拿了去。玉罗刹冷笑话：你们想拿魏忠贤来吓我吗？我唔怕。黄彪吓到面无人色。铁飞龙话：契女，将嗰条打狗棍俾我。玉罗刹笑住话：呢条铁棒唔系我嚟打狗噶，系啲卫士嘅兵器，我嚟打人噶咋。铁飞龙将条铁棒接过嚟，随手一咬，咬为两缺。佢话：我平生最憎啲豪门恶狗。呢条铁棒既然能够用嚟打狗，要有乜用啊？砰声掉咗地。客厅亭话：你哋翻扯啦，我又决唔翻去噶啦。玉罗刹话：你哋唔走，系咪仲要我哋父女送你哋一程啊？黄彪边度敢再讲多声啊？急急忙忙带住嗰三个人抱头鼠窜而去。玉罗刹同铁飞龙哈哈大笑。客厅亭话：我怕他们再来骚扰啊，这树不能够再住的了。铁飞龙说：好，那我们马上走。那就回入卧房抱起个苏虾仔。那个苏虾仔的样子好像木狗娘的。铁飞龙抱起他，他居然不喊。那三个人就漏夜走人啦。第二日到了商贩休息了一晚，就转向西北行。行了两日，只见前面山岭连绵，峭峰对立。铁飞龙话：嗰处就系武当山啦，契爷冇带你行错路啊。玉罗刹虽然早就知道铁飞龙呢系想引佢嚟武当山嘅，呢阵时一见武当在望，个心都不禁砰砰砰咁跳啊！
过咗一阵，佢话：溪爷，讲真啦，我确系想见嗰个人一面嘅。铁飞龙话：听罗铁臂讲，佢好思念你。我亦望你早日了咗多年嚟嘅心愿。我虽然唔想见武当山嗰几个老道士啫，不过你如果要我一齐去嘅话，我就盘住同佢哋再打一场啦。玉罗刹话：我上去唔系想揾佢哋打交，我只系想去见阿卓一行，问佢到底系愿做武当派嘅掌门呢，定系愿同我一齐走？佢如果愿同我一齐走咯，咁就边个都拦咗唔了嘅。魏忠贤派嚟嘅人请唔到娉婷妹回宫，一定唔肯罢休。我哋虽然唔怕嗰啲衰神啫，但一路俾佢哋骚扰，到底系唔变嘅。何况你又带住个苏虾仔添，你哋仲系唔好耽搁啦，翻去山西先罢啦。西北嘅义军势力好大，到咗嗰处可以住落嚟。铁飞龙话：既然系咁，我哋就走先啦。你系要小心啲。嗰几个老道士呢，一向以玄门正派自居，只怕唔容易放佢落山啫。玉罗刹话：我知道，讲你打交我都唔怕佢哋。我听朝一早就上武当山，按照武林规矩见佢哋嘅掌门，然后等卓一行将掌门交代啦，我哋马上就翻去山西。玉罗刹呢个月嚟啊，日日夜夜喺个心处都谂住卓一行写俾佢嘅诗，佢谂卓一行呢一次一定唔会辜负佢，所以讲得非常之肯定，好似卓一行同佢一齐走已经系必然嘅事啦咁。铁飞龙笑咗笑话：但愿如此啦。咁呢一晚，佢哋喺武当山一个小镇过夜，到咗四更嘅时候，玉罗刹就起身啦。向铁飞龙同客娉婷讲声再见，就孭住把剑就一个人上山。话说呢一日，乃系武当派前任掌门紫阳道长嘅五周年祭。武当派自从紫阳道长死咗之后，渐渐衰落。黄叶道人本来就希望卓一行为武当派重振声威。点知千方百计接咗卓一行回山做咗掌门之后，成年几啦，卓一行都系消极颓唐，傻傻戆戆，加之几个师叔都样样都包办晒，久而久之，佢哋本派应该点样振兴嘅事都漠不关心，所有嘅事情都由师叔出面，卓一行呢只系挂住掌门人嘅名义啫。实际上个掌门啊系黄叶道人担当，武当嘅四个长老同埋四大弟子，即系四个长老嘅首徒啦。见到咁嘅样都好忧心。呢一日天蒙蒙光嘅时候，黄叶道人行去紫阳道长嘅坟墓嗰度巡下，就见到白石道人坐喺坟头喺度叹气。黄叶话：师弟，你咁早就嚟咗啦。白石话：大师兄五周年祭我瞓唔着，所以就嚟啦。咁啊，两位长老怀念旧日嘅光荣，猛咁喺度叹气。白石道人用衫袖抹干净个墓碑，佢话：大师兄最睇重一行，想唔到佢咁颓唐，完全都唔似个掌门人嘅样子。黄叶就问：一行以前同你都颇为亲近噶，有冇同你倾过心事呢？白石拧拧头话：自从喺明月峡翻嚟之后，佢总系避免同我倾谈噶。黄叶话：你睇佢系唔系仲中意嗰个妖女呢？吓，白石话：哼，我睇毛病就出喺呢处嚟。哼，那个妖女亦太过唔自量。想嫁我哋正派嘅掌门，咁生咁世佢都米子意啊！黄叶话：说话虽然咁讲啫，但系一行如果对佢念念不忘，冇心做我派掌门呢件事，咁都唔系路噶噃。白石话：
今日是大师兄的忌辰，不如由你来召集全体门人，将卓一航的掌门废了，然后同他找回一门适合的亲事，等他精神恢复正常之后，先再给他继任掌门，好不好？王业说他的掌门是紫阳道兄遗嘱指定，废了他怕不是几好。白石说我们无当当务之急就振衰去弊，如果由得他思维素餐，岂不是更为不妥？王业道人想了一阵，他说一行表面虽然是颓唐，但我看他的武功就好似几有进境，你有冇睇出嚟啊？白石另一头话：我冇注意。王业话：我睇佢个眼神、脚步、内功就好有根基，同以前大大不同啦。亦唔知佢点解进步得咁快，所以废立掌门嘅事仲系从长计议啦。喺第二代门人当中，亦揾唔出好似佢咁嘅人才啦。咁两个人喺度商量紧。王业道人偶然向山下一望，忽然哎呀咁嗌咗声。白石道人跟住师兄所指嘅方向望下落去，见一团白影啊飞奔而嚟。白石大声叫：系边个啊？眨下眼啫，嗰团白影已经到半山，嚟得真系快啊，睇唔清佢面貌。白石道人心念一动，即刻拔剑上前。只听一声大笑话：白石道人，我又不是来品你，不敢劳烦你来迎接。白石道人又惊又嬲，他说玉罗刹你居然敢带剑上山，长剑一抖，一招长蛇入洞猛刺过去。玉罗刹说今天我不想跟你打，你让不让路啊？白石道人咬牙切齿，出出又是两剑。玉罗刹发火了，你真系咁唔知好丑系嘛？飞身跳起避开三招，挥舞宝剑一个盘旋，当头就劈落去。猛然间喺旁边有一剑飞过嚟，只听叮当两声，玉罗刹嘅剑啊俾佢隔开咗。一睇，原来系王业道人出手。王业道人嘅功力啊喺几个师弟之上，只能佢两剑相交。占唔到啲多便宜，我心亦震咗一下。玉罗刹喝佢话：王业道人，你系武当长老之中嘅长老噃，乜你亦都同白石道人一样咁糊涂咩？王业话：你将把剑放落先，我武当山上唔准外人带剑嚟嘅。玉罗刹话：发噏风啦，你居然敢摆呢个架子？剑尖突然间向上一挑。王业道人横劫一锋，谁知玉罗刹剑锋一阵中刺心口，下斩膝头。王业道人大吃一惊，连忙将个身一转，挥剑向四方猛扫。咁加上白石道人喺旁边攻击，咁先将玉罗刹嘅招数化解开啫。王业个心谂：呢、這个妖女剑法果然使得，唔怪得佢咁猖狂啦。佢即时运起内力，寻剑一引。剑招呢就好慢，但系玉罗刹嘅剑同佢把剑一接触啫，就俾佢嘅潜力推开啦。玉罗刹喝一声好，突然间劲力一松，王业一剑刺空咗，只见玉罗刹轻飘飘咁随住剑锋直飞出去。王业嘅内力虽然系强劲啊，就奈佢唔何啦。王业喝佢话：你嚟做咩嘢啊？玉罗刹跳开一步，笑住话：哈哈，你唔要我放落把剑啦咩？我今日嚟见你哋嘅武当派掌门啊！你哋懂唔懂武林规矩噶？各位，按照武林规矩啊，凡系有武林高手嚟拜见本派掌门呢，咁就不论嚟嘅系朋友抑或系敌人，都应该带来人见咗掌门先至再讲嘅。但系王业白石。是卓一航的师叔，一向呢又都将玉罗刹当成本门的公敌，兼之以玄门正派的剑学大宗师自命，哪肯跟他讲什么武林规矩啊？白石就喝他说：
你呢个妖女想见我派掌门，你点解唔照下镜先啊？王爷亦都话我武当派嘅门人，素来唔结交邪魔外道，你快啲攣扯就免你一死。玉罗刹发火啦，哼！我都仲未曾同你哋武当派算账呢，你哋居然仲敢闹我添？宝剑一挥，就同王爷白石打起上嚟啦。王爷连气吹几次口哨，召集人马嚟围攻玉罗刹。点知玉罗刹连攻几剑，逼到白石道人侧身闪避嘅时候，就闪电咁快啊，向住缺口直冲出去，眨下眼就转过咗个山坳，向住山上嘅道观跑上去啦。王爷同白石一路追，一路呼叫门人弟子嚟到围截。武当山就峰峦重叠，一个山峰高过个山峰。喺紫阳道长嘅墓地，虽然可以望见山上嘅道观，距离呢其实几远下嘅。玉罗刹上咗两座山峰，就听见道观嗰处咣咣声敲响大钟，山上已经有人跑紧落嚟啦。呢、這个时候呢，只要再上一个山峰，就到大殿噶啦。玉罗刹嘅心谂：弊啦，咁样嘅嚟，点能够同卓一行单独倾谈呢？忽然间见到山坳嗰处人影一闪，系一男一女俗家人打扮。再睇真啲，啊，原来系白石道人个女同埋女婿何岳华同李新时啊。佢两个俾白石道人带上武当山重学武当剑法，咁每朝早呢都喺山腰好风景嘅地方嚟到练剑嘅。玉罗刹一见就飞跑上前，何岳华话：吓、啊，乜系你啊？我听见王爷施伯报警嘅口哨声，观里头呢又敲响大钟，仲以为有咩强敌嚟添噃。玉罗刹话：你哋两个真系快活啦！喂，卓一行喺边处啊？我想揾佢啊！何岳华话：呢十几日嚟，卓一行日日一早都去咗石莲台嗰度练剑。玉罗刹就问啦：石莲台喺边处嚟啊？何岳华话：呢嗱，左边有个好似莲花咁嘅山峰，嗰度呢有道瀑布嘅。你见到嗰道瀑布呢，就向住左边行，喺瀑布旁边有个大石，嗰度就系石莲台啦。玉罗刹讲一声多谢，就依照何岳华指嘅方向就走。佢系希望俾武当派啲人发现之前见到卓一行嘅。冇几耐，佢揾到嗰度瀑布啦。咁再过去冇几远，咁就嚟到石莲台。一讲翻系卓一行，佢自从俾白石道人逼住回山之后，个心咧都好抑郁。好咗紫阳道长啊，留低剑谱俾佢，就横掂都咁无聊啦，就一味研究剑谱嚟到解闷。喺剑谱里边，佢发现有几招怪招噃。武当剑法都系一套套嘅，吓唯有呢几招怪招头尾都唔连贯，冇法子应用。卓一行就问师叔，先至知道呢几招呢系达摩剑法之中嘅招数。达摩剑法总共108式，是武当派的镇山剑法来。不过在元代中叶呢，达摩108式的真本忽然间不见，于是代代都传落为言，要后世的弟子找回这部书。同时这108式的真本虽然失踪，但因为老一辈相传，还大概记得几个招式。紫阳道长将记录在剑谱里面，以前亦曾经同卓一行讲过，不过卓一行呢唔知道呢几招就达摩剑式嘅啫。咁而家佢呢日日将佢嚟练，哈，不知不觉啊大有进益。嗱，各位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，话说卓一行研究紫阳道长留俾佢嘅剑谱。都发现其中有几招并唔连贯嘅招式，原来系达摩剑法里边嘅招数嚟。卓一行嘅心谂：呢套剑法既然系本派嘅镇山剑法，咁一招一式都必定有佢嘅道理噶。
就算唔能够连贯应用啊，亦应当有佢个威力。因此卓一航呢就唔理佢能唔能够实用，一味苦心研究，每朝早都去石莲台嗰处练剑。达摩剑法系以静制动，以气运力，对内功修炼咧大有帮助嘅。卓一航虽然唔明白其中嘅奥妙啊，但不知不觉之间咧就大有进益。呢日朝头早，卓一航练完剑之后，不但唔疲倦啊，而且觉得气血舒畅，精神饱满。于是专心一指，就思考达摩剑法嘅道理。所以连师叔嘅口哨声、山顶道观嘅钟声都听唔见。佢正喺度出神，忽然间有个人用手指喺个额头上面笃一下，卓一航十声成个弹起身。哎呀，真系发梦都估唔到，喺佢面前嘅竟然就系招师冒上嘅玉罗刹。他傻了，咁连一句说话都讲不出啊。玉罗刹呢亦只是讲了声话你好嘛，咁就讲不下去了。两个人都有千言万语，都不知道由边处讲起。石莲台好大，好光滑明亮，可以容纳成百几人。玉罗刹一低头见到石台上面有几行字仔，看來是卓一航用劍尖刻出來的。玉羅剎仔細地看下，原來是一首雙調憶江南的小令。那些詞句是這樣的：秋夜靜，獨自對殘燈，啼笑飛飛誰識我，坐行夢夢盡元君，何所謂消沉，风卷雨，雨拂卷浓心，心似玉锤风雨去，茫茫大海任浮沉，无爱亦无争。玉罗刹睇完流咗几滴眼泪，佢问：你写噶？几时写噶？卓一航话：昨晚听见落雨，瞓唔着觉，咪立乱写呢几句啫嘛。玉罗刹叹一口气话：，唉，咁又何苦呢？只要你下决心，又何至于咁消沉啊？卓一航话：，莲姐姐，系我错咗啦。玉罗刹话：，过去嘅就唔好再提啦。我已经打定主意，今后要跟随姐姐浪迹天涯。真嘅？呢、这个时候又传嚟道观嘅钟声。卓一航一听，外面仲似乎有人喺度嗌佢个名。玉罗刹话：我已经见过你嗰两位师叔啦。边两位啊？黄叶道人同白石道人啦。你同佢哋讲咗啲乜嘢呢？我话要见你，佢哋唔准。不过我哋唔系到底见到面啦咩？讲下讲下，两人嘅手不知不觉紧紧咁握起嚟。卓一航只觉得玉罗刹嘅手心啊火咁热，就话：姐姐，呢一年嚟你都够苦噶啦，我。玉罗刹就话：你嗰两个师叔将我当成系敌人，唉，佢哋咁样我都冇法子啊！呢、这个时候道观嘅钟声又响起嚟啦，山谷外边嘅人声更近。卓一航一下扎醒，哎呀，一定系我嘅师叔召集同门要嚟对付你啊！玉罗刹定神咁望住卓一航话：咁你点呢？系帮你嘅师叔捉我呢？定系我
我决唔会当你系敌人。净系咁啫咩？我决意唔做呢个咩嘢掌门啦。净系咁啫咩？今日系我嘅师傅五周年忌日，等阵师叔佢哋嚟到，我就禀告佢哋。等祭过师傅之后，我就同你一齐离开武当山。之后地老天荒，我哋再唔分离啦。既然系咁样，咁我就乜都唔怕啦。不过咩嘢呢？不过我嗰几个师叔脾气你都知噶啦，等阵你唔好对佢哋咁强硬。你睇在我嘅份上，委屈一啲啦。你要我向佢哋求情啊？不过求情嘅事唔使你讲，等我嚟讲。如果佢哋闹你，你唔好即刻顶翻转头噃。好，只要你系真心实意，我就算受啲委屈又有乜紧要呢？佢两个正喺度讲紧。武当派已经有一班门人入咗山谷啦，咁啊顺住薄布爬上嚟，佢哋突然间见到卓一航同玉罗刹一拍咁企响树，都吓咗一跳。卓一航已经下咗决心啦，好镇定，佢握住玉罗刹只手握得更紧。玉罗刹呢望都唔望嗰班道士，此时此刻，佢只觉得满心欢喜。任佢外界点样喧嚣都好，佢只觉得天地之间只有卓一航同埋佢两个啫。白石、红云两个人行喺前头，黑起块面嬲到不得了。佢哋嚟到石莲台下边，高声咁嗌：一航，一航！卓一航就应佢话：师叔。白石大声话：你身为掌门。半里面鸣钟报警，你听唔见咩？卓一航话：嚟咗咩敌人啊？白石话：你丑唔丑啊？你咁系明知故问，呢个妖女就是本门公敌，你又同埋佢喺埋一齐，佢唔系我哋嘅敌人啦、啊。乱讲，佢屡次同我哋武当派作对，点系敌人啊？你系掌门，当住咁多同门，你好意思咩？快点将佢捉起嚟。师叔，我有说话讲。你仲讲乜嘢啊？吓，你为咗呢个妖女而背叛本门啊？何去何从？你马上抉择，冇咩好讲㗎啦。黄叶道人慢慢咁行出嚟话：师弟，俾佢讲。一航，你諗清楚啲。你讲啦，你想点样呢？卓一航话：弟子德薄能闪，难以升任掌门，求各位师叔另选贤能，弟子要告退了。白石话：你做唔做掌门是另一回事，你个妖女是本门公敌，你同佢行埋就是唔应该。卓一航又话：人各有志，我愿意以今后嘅余生勤修剑法，如果将来能够有少少进步，亦算是报答恩师啦。你要同埋佢一齐练剑啊？是，咁我总要有人指点先得噶。白石发大火啦！武当剑法系天下武学正宗，你仲要学咩邪魔外道啊？黄叶道人亦好唔高兴啊！佢话：一航，你听唔听师叔个说话？啊，你仲拖住嗰个妖女，快啲放手！卓一航俾佢一喝，就放开玉罗刹只手。不过佢仲系话：弟子学剑嘅决心唔可以改。黄叶、白石、红云、青梭四个长老都跳上平台。白石道人话：学剑学剑，武当历来就唔准外人带剑上嚟嘅。黄叶话：一航，你真系决心离开武当啦，系嘛？卓一航轻轻岌岌头，王爷话：你企埋一边。
在未超告你师父以前，你仲是武当派的掌门弟子。咁卓一行就行埋一边啦。王业对玉罗刹话：天下咁多男人，你点解偏偏要缠住佢呢？玉罗刹就抢力揿住嗰把火，佢冷笑一声话：天下间咁多正经嘅善地唔理，点解你偏偏要理呢啲闲事呢？王业到眼中嘅手一入，余新成佢哋四大弟子同埋其他比较有地位嘅弟子都行上嚟啦。王业又问玉罗刹：你呢次系有心嚟捣乱，要将卓一行带走嘅系嘛？玉罗刹话：又唔系我逼佢走嘅。王业话：你要走亦未尝不可，你放低把剑先啦。玉罗刹立咗卓一行一眼，卓一行以为师叔要玉罗刹放低把剑，就可以俾佢哋一齐走啦咁。于是佢细细声话：呢啲系我哋山上嘅规矩。玉罗刹哈哈一笑，将把剑抛咗落地。佢话：嗱，我就依从你哋嘅臭规矩，今日可以俾我同佢一齐走啦啩？余新成弯腰执起宝剑，打平高高举起，大声咁话：外派妖邪经已伏威解剑，请长老发落。余新成的第二代弟子当中就辈分最高，现任护法弟子，他对武当派的传统呢就竭力维护嘅，竟然将玉罗刹当成是被打败的敌人，要举行献剑仪式。王业道人大声对玉罗刹话：你既然已经献剑，就既往不咎，你快啲攣落山。卓一行是我派掌门，你呢个妖女点配得上佢呢？你趁早死咗呢条心啦。玉罗刹嬲到不得了，佢话：我偏唔走。白石红云一齐上前话：你走唔走啊？真系未曾见过你咁下贱嘅女人，居然走到嚟我哋武当山要丈夫。玉罗刹突然间一声冷笑，个身一晃，啪一声，白石道人就挨咗一巴啦，咪急忙伸手拔剑啦。只听见余新成大叫一声，原来就喺佢踏正方步，目不斜视，要将把剑献俾王业道人嘅时候，突然间俾玉罗刹抢翻把剑，同时亦挨咗玉罗刹一巴。白石红云大喝一声，双剑齐出，就猛刺玉罗刹命门要穴。玉罗刹一招倒卷星河，噗一声，宝剑喺佢哋两个人头顶掠过。王业道人话：你哋看住掌门师兄，佢今日有病啊，神志不清，被邪魔外道迷惑咗，唔好俾佢乱走。卓一行多年以嚟啊，受佢哋师叔长辈嘅威严管教，而家虽然系愤恨填空啫，都唔敢发作。玉罗刹就挂住卓一行，佢飞快咁立一眼，见到佢面色铁青，坐喺石上喐都唔喐。白石红云双剑一齐进攻，剑剑都指向要害。玉罗刹好失望啊！佢心谂：一行啊一行，你既然讲得咁坚决，点解而家就粒声唔出呢？高手比剑，真系完全唔能够分心嘅。白石道人一个盘身拗步，长剑吃一指，一缕青光就点到咽喉，玉罗刹几乎中剑。佢侧身一闪，宝剑一划，就削白石嘅手腕。红云道人一剑击出，同白石乱剑啊，奋力挡开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玉罗刹咧瞬息之间啊，连进三招，将白石红云啊逼到手忙脚乱。玉罗刹话：白石，你呢个贼道，你带领官军攻打我明月峡嘅山寨，我几多姊妹喺嗰次阵亡，你知道吗？我本来已经放过咗你噶啦，而家你仲咁嚣张，今日唔同你留低啲记号，要枉我叫做玉罗刹啊！剑招一变，当同银光遍体，紫电飞空，着着进攻，招招狠辣。王业啊，担心白石会受伤啊！
就叫青梭道人上前助战。玉罗刹哈哈大笑话：好啊，又一个武当长老嚟啦！你哋自命为天下第一嘅剑法，原来就以多为胜嘅咩？白石、红云、青梭都唔出声啊！三把剑急刺急削，互相呼应，将玉罗刹为一核心。玉罗刹嘅剑招虽然系快捷啫，但一个打三个都渐渐感到吃力。但系玉罗刹聪明啊！因为他和红花鬼舞打过两场大战之后吸取了教训，剑法就更精了，于是就用斗红花鬼舞的方法来杀他们，即刻就避实击虚，运用起绝妙的身法，在三剑夹击的空档之中捐来捐去，一出手就是辣椒，使得他三个人都要各自应付偷袭，渐渐不能够配合。虽然是三剑联攻，一实际上呢是各自作战。咁又斗咗五六十招，三个人剑法渐渐乱啦。卓一航大叫：冤家宜解不宜结啊！又唔系咩大不了嘅冤仇，大家停手啦，唔好打啦，唔好打啦。卓一航咁样一讲，武当四老同埋玉罗刹都唔满意。四个长老的心想：卓一航，你竟然帮外人来讲情，真是手指咬出不咬入。玉罗刹是怎样想呢？哦，到我占上风的时候你才叫我不要打，难道我要白白受他们凌辱吗？那么两边都勾，那么斗得更剧烈了。黄叶道人走到卓一航面前说：今日的事关系到武当荣辱，事到如今你如果仲系因为私情而帮住佢嘅，咁就不但系本派嘅叛徒，而且亦必定俾天下武林鄙弃。你系掌门弟子嚟噃，为本派荣辱而战系掌门人嘅天职，纵使粉身碎骨，亦在所不辞嘅，你知道吗？卓一航伤透咗心，佢喊住话：佢孤单单一个女子，怎能够战胜我们武当派啊？师叔，你不要逼我跟他作对啦。黄叶道人喝他说：我给多些时间你想多一阵，你是读书明理的人，我不想看着你堕落成为被人唾骂的叛徒。讲完他都拔出宝剑加入战团。玉罗刹大笑说：哈哈哈哈，武当四老全部出齐了，我今日会尽武当高手，真系好运气啊！黄叶道人到底系四老之长，功力甚深。而家佢哋四个打一个，又打咗百几招，玉罗刹已经系额头见汗，连气几次冲杀，杀唔出去。佢把心一横，生死置于度外，咪展开咗搏命嘅招数。呢一场大战啊，真系世间罕见。武当派的弟子看到眼花缭乱，卓一航呢亦都早就收了眼泪，被这场剧斗吸引住了。突然间余新成对卓一航说：四位师叔年纪老迈，跟强敌交手如果有什么不妥，我们做弟子的还有什么面子？掌门师兄，你是怎样做好啊？卓一航好像没有听见咁，唔回答佢。余新成冷笑话：几位师叔正在搏紧命，我哋做弟子嘅点能够袖手旁观啊？讲完咪即刻叫埋红云、白石、青梭嘅大徒弟一齐出战。佢话：我哋一齐出去，同四位师叔布成武当剑阵，务必唔俾呢个妖女逃走。讲完之后，又对住卓一航作咗个揖，佢话：掌门师兄，原来我哋唔等你吩咐就先出去啦。卓一航好难过啊，只听见背后有人喺度冷笑，拧转头一睇，系同门嘅师兄弟耿少南。耿少南啊，曾经俾玉罗刹斩断个手指，佢对玉罗刹恨之入骨，皆因知道自己本事低微，所以唔敢出去。
但佢个心呢就一直喺度谂紧计仔，想激卓一航出手。卓一航俾师叔责骂，又俾同门鄙视，咪精神震荡，真系比受刑仲要痛苦，神智就渐渐迷迷懵懵。你再讲翻阿玉罗刹，佢力敌武当四老，已经感觉到非常吃力。四大弟子一加入嚟添，就更加难以支持。呢四个人加入之后，就八个方位都有人企，构成严密嘅剑阵。玉罗刹本领更高，轻功再妙，亦系难以抵挡咯。玉罗刹由朝流早到而家中午搏斗咗成千招以上，气力就渐渐减弱，身法呢都冇咁轻灵啦。武当八个高手，八把利剑喺玉罗刹嘅身前、身后、身左、身右交叉穿插，睇个样啊，非将玉罗刹切成八嚿唔肯罢手啊！卓一航唔敢睇啊，佢拧歪一块面。等少南企喺个旁边，嘻嘻哈哈噏三噏四，又话师叔呢剑点叻，嗰剑咪点好。忽然间，卓一航听见玉罗刹一声惨叫，跟住又系一声，佢连忙拧转头擘开眼一睇，只见玉罗刹摇摇欲坠，脚步凌乱，血染衣裳。卓一航不觉大叫一声，几乎晕咁滞。原来玉罗刹左臂中咗黄叶一剑，右手手腕又被白石剑锋割伤，已经摇摇欲倒了。他突然间听见卓一航惨叫声，个心谂：原来他仲是关心我的。突然之间精神一振，都不知边处来的力量，一把剑盘旋飞舞，连人带剑几乎化成一道白光，直向黄叶道人冲过去。黄叶道人想运用内家真力，将佢疯狂嘅来势化解开啦。谁不知玉罗刹嚟得太急啦，黄叶道人嘅内力都未能到剑尖，剑锋已经俾佢一剑削断。黄叶道人即刻横掌一推，玉罗刹跟住佢嘅掌锋弹起身嚟，冲势更猛。白光一绕，只听见哐一声，红云道人嘅剑亦俾佢削断。玉罗刹一声狂笑，剑锋一指直刺白石道人咽喉。白石道人即刻左脚撑地，右脚吊起，腰向后弯，后枕就掂到落地。玉罗刹阔一剑喺佢面门掠过，青梭道人长剑一挥，就接咗佢呢一招。正喺呢个时候，忽然间听见玉罗刹又系惨叫一声，剑势突然间放慢，青梭道人都莫名其妙噃。只听玉罗刹话：卓一航是你啊，乜你都咁样对我咩？原来喺玉罗刹削断黄叶红云嘅剑，几乎杀咗白石嘅时候，耿少南喺卓一航耳边大声咁喝：掌门师兄，你仲唔快啲救师叔？用暗器打佢啦嘛！快啲快啲！咁样将弹弓塞俾卓一航，卓一航已经入咗半昏迷状态啦，俾佢一喝，好似受咗催眠咁。糊糊涂涂拉起弹弓，噗噗噗连发三弹，呢三弹被墙上嘅剑锋震到粉碎，当然打唔到玉罗刹，但系呢就打伤咗玉罗刹嘅心啦。喺呢个时候，白石青梭两个同时进攻，喺嗰边呢又传嚟卓一航惊叫声啦。玉罗刹依稀听见佢嗌：我做咗啲乜嘢？我做咗啲乜嘢啊？跟住咕隆一声，似乎跌咗喺地。正在千钧一发嘅时候，白石青梭双剑一齐刺过去，玉罗刹宝剑横空，成个人定晒形咁。白石青梭好高兴啦，就想刺佢穴道，将佢生擒。说时迟，那时快啊！见玉罗刹手腕一翻，宝剑一挥，快如闪电，嘡嘡两声，白石青梭嘅剑都飞上半空。黄叶道人嗌咗声：弊啦！飞身上前，挥掌扫过去。唉，但系迟咗啲啲啦。只听见白石青梭同时惨叫啊！两个人手臂关节都被玉罗刹剑尖刺中。黄叶一掌扫空咗，玉罗刹挥剑大笑，旋风咁直卷出去。武当四个长老
两个人的剑被削断，两个人受了重伤，第二代的四大弟子哪里敢拦截啊？玉罗刹眨眼就冲出重围，跳落石台。武当派的门人弟子虽然差不多有成百人，都被他那种神威杀气吓窒，纷纷闪避。王业道人丧大咁长叹一声，眼白白睇住玉罗刹喺大闹武当山之后狂笑而去。各位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。话说玉罗刹大闹武当山之后就狂笑而去，白石、青梭两个人被玉罗刹用独门刺穴的手法伤到关节穴道，王业道人都无法子解，只能够帮他们推血过宫，减轻痛苦，吩咐四大弟子将他们抬入去云房，等他们静养过十二个时辰之后，等穴道自己解开。王业道人吩咐完，望下嗰班弟子，见佢哋个个都耷头耷脑，唉，不禁又一声长叹。然后佢行埋去卓一行身边，卓一行就晕咗喺地下嚟，仲揸住嗰把弹弓。王业话：喺紧急关头，你发胆助战，仲系我哋武当弟子。咁啊，伸手喺佢个伏兔穴一拍。吹动血脉流通，卓一行忽然间大叫一声，啪声跳起嚟，拉开弹弓，啪啪啪啪连发几弹，四面乱咁射。佢大声咁叫话：打打，边系咁上武当山嘅？打，边系咁拦咗我嘅？打，多管闲事嘅，打佢！哈哈哈！你胆大包天，触犯咗我嘅祖师爷啦！打打。王业就喝佢话：你癫做咩？卓一行喺度抌蹄抌爪，大叫大嚷。王业道人一掌将佢弹弓劈断，耿少林就冲上嚟揽住卓一行。卓一行突然间反手一掌，啪嘅声打正耿少林块面。哇！呢一掌好大力啊！耿少林大叫一声，吐咗成大啖血同两只门牙出嚟。王业道人连忙用手指点点咗卓一行嘅温元穴，佢话：少男，你个掌门师兄癫咗啊！你有冇俾佢打伤啊？耿少男揞住块面话：冇乜事，外伤啫。王业话：你抬佢翻去，将佢锁喺后边禅房，看实佢吓。乱咗半日，都上下黄昏啦。紫阳道人的五周年祭要因为这样乱一乱都无法子举行。你讲回玉罗刹，他冲出了山谷，唉，又伤心又愤怒，爱恨交织，而且又饥又渴，看自己的身鲜血染红了外衣。玉罗刹自言自语地说：好，等我休息一晚，再来同你呢班死人道士大打一场至得。我要捉住佢嚟问你，到底愿唔愿跟我走？你讲得咁真诚，咁恳切，唔通都系假嘅咩？哈！你仲用弹弓打我，打我！好在我仲未有死。哎呀！如果唔系佢嗌嗰一声，我都冇力再打落去啦。一行啊，一行，你帮我死里逃生，知你又要置我于死地，你究竟点谂嘅啫？你当我系亲人呢，定当我系仇敌啊？真系爱到极，恨到极啦！恨到极呢，亦系爱到极啊！玉罗刹嘅头脑一片纷乱，疲倦不堪。迷迷茫茫咁行入一个山谷，用啲泉水冲干净伤口，敷咗金疮药，好彩都冇伤到要害。止咗血之后，食咗啲干粮，双眼咧眯埋就瞓着。
连双脚浸喺啲溪水里边都唔知唔觉啦。朦朦胧胧，忽然间见到卓一航笑眯眯咁行嚟，玉罗太太用手指笃下佢额头。卓一航话：唔系我要打你噶，系佢哋逼我噶咋。咁你系大人定系细佬哥啊？你自己冇主意嘅咩？我系一只绵羊啊嘛。好，你系绵羊，我就牧羊人，我要攞皮鞭打你。突然间，玉罗沙只手又有一条皮鞭啦。玉罗沙将条皮鞭出力咁发，啪啪声。突然间，卓一航就唔见咗啦。喺玉罗沙脚下有一只羊咩仔伏响树，眼光好可怜啊，好似喺度求饶咁。玉罗沙一边打出去，即刻又收翻，咪伸手去摸下嗰只羊咩仔。点知嗰只羊咩仔大敲一声，原来唔系羊咩仔啊，系只猛虎。嗰只猛虎张牙舞爪，一扑就将玉罗沙扑仔地，擘开血盆大口就咬佢哋喉咙。玉罗沙本嚟有降龙伏虎本领噶，但而家唔知点解噃，完全冇晒力。个老虎啲牙呢已经咬到佢哋喉咙啦。玉罗沙大叫一声，羊咩仔、老虎、卓一航冚唪唔见咗。玉罗沙擘开只眼一睇，日光残眼，原来已经瞓咗足足一晚，先头不过系一场恶梦啫。玉罗沙又觉得条颈好凉啊，用手一摸，哎呀，原来山溪水涨浸到条颈啦。玉罗沙坐起身，佢湿淋淋嘅头发浸晒落膊头，好唔舒服。睇下水里边嘅倒影，只见溪水里边出现一个陌生嘅白发女人。玉罗沙惊叫一声，呢、這个景象啊，比发梦见到老虎仲得人惊。玉罗沙话：唔通我仲发紧梦未曾醒？将只手指挤入个口出嚟一咬，啊！咬到流出血，痛到入心，绝唔系发梦啦！玉罗沙连忙用手捧起头发睇下，真系半条黑头发都冇咗咯，全部白晒啦！玉罗沙跳起身话：呢、這个唔系我，呢、這个唔系我。水里面嘅人影摇下摇下，啲溪水冲啲石头发出声音，似乎系嗰个人影喺度话：我就系你，我就系你。各位，虽知玉罗沙生出嚟就绝世容颜，佢对自己嘅美貌好爱惜，谁知一夜之间，竟然由少女变成了白发满头、形容枯槁嘅老妇人。嗰种难受法简直无可形容啊！玉罗沙丧咗咁瞓喺地下，头脑空空洞洞，乜嘢都唔敢想，亦唔会想。只见片片浮云喺头顶飘过，日光透过云海照落嚟，耀眼生辉。野花灿烂，雀鸟争鸣，满山都系生机勃勃。唯独玉罗沙呢个心已经僵硬晒啦，天上嘅浮云变幻成各种各样嘅形象，玉罗沙又似恍恍惚惚，好似见到卓一航喺云彩里边微微笑望住佢，耳边又似乎听见当年佢哋嘅谈话。莲姐姐，你应该系一朵永远唔谢嘅花。发梦啦，普天之下边会有青春长驻嘅人呢？下次你见到我嘅时候，怕我已经系一个满头白发嘅白耶婆啦。到你生出白头发嘅时候，我就要求灵丹妙药，等你恢复青春。呢啲系玉罗沙同卓一航喺明月峡吐露真情嘅时候嘅对话啦。唉，想唔到往日讲玩笑嘅事，而家竟然都嚟到眼前啦！云影变幻，卓一航又唔见咗啦。
玉罗刹苦笑话：天下边有灵丹妙药啊？今生今世，我系再唔见你噶啦。玉罗刹本来准备喺精力恢复之后就再去大闹武当山，揾卓一行问清问楚，估唔到一夜之间发生咗咁样嘅变化。此时此刻，玉罗刹嘅心情难过到极啊！就算卓一行而家嚟到，怕佢都要避开唔见。玉罗刹瞓咗半日，衣服已经干啦。一阵风吹过嚟，又传嚟道观嘅钟声。玉罗刹好凄凉咁笑一笑，佢个心已经有咗一个决定。佢自言自语咁话：从今之后，世间上再冇玉罗刹啦。我要去我该去嘅地方。突然开步飞跑落山。话说经过玉罗刹大闹武当呢一战，武当派损伤惨重，白石青梭两个人过咗12个时辰，穴道虽然解开了，不过关节筋骨已经被挑断，唔能够使剑，要用柳枝搏骨，再经过半年培养才能够复原的。卓一行的神经病亦似乎有些好转，亦不再大吵大吵了。但是卓一行虽然没有再发神经，但他终之无日，目光呆滞，好像个白痴咁。王业道人十分伤心，就不准人在他面前提起玉罗刹的名字，尽心尽意帮他治疗。如是者过了3个月，卓一行讲说话有时都好像好人一样了，但是就不是怎肯开口，对师叔对同门都好像没了感情。王业道人日日夜夜都派人在他房外面守住，看管得很严。王业怕他会自杀，时时夜晚在窗口装他，他每次见到他都是眯眼在练功，都没什么异常。王业道人就放心了，他想他都还肯用心练功，就绝不会自杀的了。亦都有人提及过废立掌门的事，王业总是不同意，因为武当第二代实在找不出可以继承的人才了。而卓一行内功进步那种快法又是有目共睹的。有一天，武当山忽然间来了一名不速之客，谁呢？是慕容冲。慕容冲伤好之后就离开北京，心里经常想着铁飞龙和玉罗刹的恩义，经过武当山的时候，想起卓一行和玉罗刹乃是好朋友，他亦知道白石道人阻挠他们婚姻的事，他想武当派和玉罗刹结落冤仇，我亦有一些责任的，想当年我和白石道人联合破了玉罗刹的明月合山寨，两家都很仇口，现在我和玉罗刹已经化敌为友了，这件事亦都应该由我来调解啊。于是呢，上武当山求见白石道人。白石道人的剑伤未能好，还在云房静养，就不便见客。慕容冲又求见掌门弟子卓一行。王业道人见了拜帖，又想起慕容冲和武当派有过一段渊源，就代表白石道人来接见他。慕容冲和王业道人见面之后，双方客气一番。红云道人亦都来陪客，他问慕容总管乜咁有闲情日志驾临荒山啊？而家天下正系多事之秋，万岁爷咁放心俾总管离开北京咩？慕容冲话：我而家已经系无官一身轻，唔再喺名利场中打关斗咯。洪云打咗个突，就不便再详细问。王业又话：啊，咁好极啦，好极啦，野鹤闲云。胜我做高官多多啦。咁寒暄咗几句，慕容冲又求见卓一行，
王业话：佢不太舒服噃。慕容冲问：咩病呢？王业道：唔惯讲大话嘅，就话：病佢都冇乜病嘅。慕容冲有啲唔高兴啦，佢话：我同卓兄亦都系熟人，咁远嚟到就想见下面啫。王业红云都冇说话好讲，慕容冲又话：贵派系武林中嘅泰山北斗，睇嚟个慕容冲系唔配见贵派嘅掌门咯。慕容冲系武林中有数嘅成名人物，依照武林规矩，成名嘅英雄嚟求见掌门，如果唔见就系一种侮辱。王业道人连忙话：啊，慕容先生言重咯，我即刻叫一行出嚟。过咗阵间，卓一行喺余新成同耿少南陪同之下就嚟到客店。慕容冲见到卓一行行路有力，面色红润，就笑住话：哈哈，卓兄你好嘛。卓一行唔知道慕容冲已经同玉罗刹和解咗，就碌大双眼话：我梗系好啦，你嚟做咩呀？慕容冲话：我一来问候你，二来想问下你玉罗刹嘅下落。呢句说话一出，所有的人都吓咗一跳。卓一行大声话：唔知道。慕容冲话：卓兄唔好误会，小弟唔系嚟寻仇，而系揾佢报恩。佢实在系个至情至性、有恩有义嘅奇女子啊！卓一行窒咗一窒，忽然间哇哇声喊起上嚟。慕容冲话：卓兄，你亦系性情中人，你哋彼此深深相爱，应该结为夫妇啊！王业道兄，算不揣冒昧啦，我要做个月老啊！王业即刻变咗面色，佢大声话：唔准提呢个淫贱嘅女魔头，一行你翻去，新城、少南扶佢翻去。慕容冲听佢咁讲，好嬲啦！佢话：王业道人，你侮辱我都唔讲啦，你仲敢污蔑我个恩人？一拳中过去，王业用手臂一挡，咁两个人嘅内功都极之深湛嘅。不过慕容冲嘅气力比较大，相比一格，啊一声，王业道人俾佢震出去成丈几远，慕容冲咧摇摇晃晃退后三步，佢大声嗌啦：卓一行，你只系会喊，你唔怕丑咩？玉罗刹敢作敢为，你唔通就唔及一个女子？卓一行抑郁咗成几个月，本来就好似一个就要爆发嘅火山咁，而家俾慕容冲率直嘅说话一喝，当堂收咗眼泪，大声话：请师叔另选掌门啦，弟子去啦。王业红云一齐喝，佢话：唔准去。王业飞身跳起嚟，慕容冲一拳中过去，逼到王业退翻落嚟。红云伸手一爪，就揦住卓一行嘅膊头，突然间觉得滑捋捋，揽唔住嘅。卓一行膊头一摆，就好似条鱼咁甩咗身。原来卓一行嘅耐力已经有咗火候，同红云都不相上下啦。红云就唔敢施展杀手，咁边度揦得佢住呢？红云道人想去追，慕容冲又是大喝一声，左手抓佢臂弯，右脚踢佢下盘。红云道人一跳闪开，慕容冲哈哈大笑话：你哋唔准我做大媒，我唔肯啊！王业扑过嚟，慕容冲拦住门口，一个人打王业、红云两个。耿少南同余新成边度拦得住卓一行啊？俾佢左右一推，两个人都跌咗喺地。慕容冲啊，同王业、红云打咗十几个回合，估计卓一行咧已经走咗好远啦。咁先就哈哈大笑话：喂，老道士，你哋嘅掌门人年纪都唔细啦，佢揾老婆你都要理咁多，唔使你哋操心啦，我都赶住饮翻杯喜酒啊！失陪啦，失陪啦！王业红云嬲到不得了，一左右猛攻慕容冲。慕容冲一拳架开王业道人，跟住十声向后一切，双脚连环飞起向红云踢过去，只听见啪啪两声，红云当堂好似个皮球咁啊，俾佢踢到飞起成丈几高，啪咁啊跌翻喺神座下边。
额头撞到起咗个大高楼，就好彩慕容冲脚下留情，就唔用全力啫。如果唔系啊，连双脚都要扫断埋。慕容冲拱一拱手话：得罪晒，失陪啦！转身飞奔而出。红云王爷吃个大亏，咪追都唔敢追啦。王爷话：慕容冲，我哋就唔理佢啦。啲卓一行呢要揾佢翻嚟而得。但系卓一行一走啊，就好似鱼跃深渊，鹰飞天外，边度仲揾得着佢啊？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话说铁飞龙同客厅亭翻到山西龙门屋企，日日咁盼望玉罗山能够同卓一行一齐嚟。一直过成几个月啦，已经到咗冬天啦。玉罗山仍然连信息都冇一个。客厅亭好焦急，佢话：唔通佢俾武当山嗰班道士害咗？铁飞龙就笑住话：咁就唔至于，我怕系卓一行变咗心啫。客厅亭话：出年春天我哋去武当山探下消息咧。铁飞龙话：以玉罗刹嘅脾性，佢就算情场失意呢，佢都顶得住嘅。我睇佢迟早都会嚟嘅。不过日过一日，玉罗刹仍然冇翻嚟。话说客厅亭就修炼红花鬼舞嘅武功秘笈，都几有进步。有一晚三更时分，客厅亭瞓醒咗，忽然间见到窗口伸咗个头入嚟，白发披肩，面色惨白，眼光闪烁，好似鬼火咁。哎呀，吓到客厅亭魂不附体，大声叫：有鬼啊！个人头十声缩咗出去啦。铁飞龙听见声，即刻起身，推窗一望，亦吃咗惊。但系铁飞龙久历江湖啊，到底系胆大。佢仔细一睇，见个白发披肩嘅女鬼向佢拜咗两拜，转身就走。铁飞龙大声叫：阿常，契女翻嚟，婷婷啊，快啲出嚟接你家姐。客婷婷嬲一件衫冲出去，个白发女人已经飞跑走咗。铁飞龙同客婷婷就急急追住去，一个就叫阿常翻嚟，一个就叫家姐啊，你翻嚟啦。那团白影突然间拧转身话：婷妹，我不是有心吓你的。婷婷话：我不怕，我不怕，你就算真的变了鬼我都不怕。那白影话：你要好好照顾阿爹，有你侍候的老人家我就不用担心了。铁飞龙话：你回来啦。那白影转身又拜了两拜话：爹，你自己保重，我还了我师父的心愿，就要去赴恶明阿的约会了。一转身飞快地走，初时还见到雪地上一团白影在滚动，渐渐渐渐就人雪不分，只见白茫茫一片荒原，星光闪闪，玉罗刹已经去了好远了。铁飞龙同客厅亭行翻屋企，客厅亭话：连姐姐点解搞成咁嘅样？可惜佢生得咁靓，咁年轻就白晒头发啦。佢亦真系忍心，点解唔肯嚟同我哋一齐住啫？铁飞龙话：唉，一定系卓一行变咗心咯。伤心二老啊，五子虽过超关，因夜白头，又能伤人，真是好厉害，好厉害的。你姐姐素来爱惜自己的相貌，听她的口气，一定是要去荒漠穷边的地方潜心练剑，不会再见世俗的人咯。咁两父女长嗟短叹，好耐好耐都瞓唔翻。第二日，
娉婷仍然屈屈不乐，一个人去村外边散步。忽然间听到远远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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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铃响，过咗阵一匹马飞跑而嚟，马上个人血流满面冲到佢面前，忽然间跌咗落马背。咁嗰匹马身上咧插咗几支箭嘅，骑马嘅人跌咗落地，嗰只马叫咗声，自己叽里呱啦叽里呱走咗。吓娉婷将军扶起身，见系一个浓眉大眼嘅少年。那个少年问：呢度系龙门铁家庄吗？吓娉婷话：系啊，你系边个啊？那个少年话：你快啲救我啦！你到底系咩人啫？啊，你呢个女仔乜咁啰嗦噶？你愿救我就快啲叫铁飞龙出嚟。你如果唔愿救我，就唔该将我身上嘅佩刀拔出嚟俾我啦。呢个时候，村外嘅马铃声又隐隐约约传嚟。那个少年话：嚟唔切啦，将佩刀俾我。你以为做乜嘢啊？唉，我宁可死都唔愿落喺奸人之手啊！吓娉婷个心谂啦，呢个少年性情直率，一宁死不辱，睇嚟唔系坏人。于是佢话：好，我救你。呢个时候马蹄声嚟得更近。吓娉婷将个少年一下抱起嚟，收埋喺路旁麦田一个干草堆里边。吓娉婷一生啊都未曾咁样接触过男子嘅，不过事情紧急，都唔顾得怕丑唔怕丑啦。当吓娉婷将个少年掩藏好嘅时候，追兵已经进入村口。吓娉婷都算好精细，佢急急将外衣除咗，塞埋入去草堆。双手在泥地上面搲几搲，将血迹抹了。过了一阵间，追兵来到了。但各位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